大家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整个新闻链 APP 的 UI 设计呢就基本上讲完了。那这节课呢是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几节课前面几节课讲过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要点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然后最后呢建议大家去做一些练习。好，那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几节课讲过的一些内容。那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吧。拿到一个产品呢，肯定要拿到一个项目呢，肯定要先跟我们的领导沟通啊，沟通完了之后，知道需求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做的嘛。然后呢，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光要关心它的 UI 设计，我们还要关心它的交互设计，这样呢，对个人有所提高。那交互设计这些你都确定完了之后呢，你应该去找各种的资料啊，来充实自己，给自己一些结合他们给的需求，再给自己一些灵感的一些触发，其实也就是选一个调调。那调调一旦选完了之后呢，开始要进行实操去设计。那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肯定要不断的在调整啊，不断的去沟通啊，需求在变更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对变更需求的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了，不能因为人家一需求变更了，你就会抓狂啊，这样的话，对整个项目其实都不好。其实作为设计这个活儿，不光是要细心，而且很重要一点，还是很需要耐心的啊。那在做这个里面的每个页面的时候，肯定会要接触到说，把所有的设计稿啊，把它切成图片，给 iOS 的工程师或者是给安卓的工程师，让他们去用。那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些资源图的一些切片了啊。那在这些设计都做完了之后呢，在要发布整个这个产品的时候呢，还要对整个这产品的启动页，还有这个产品的那个介绍页引导页也要做一个规范的一个设计。当然在这里面呢，这些页面的所有的内容的一些策划肯定不是我们 UI 设计师做的，一定是产品经理或者是其他的他指定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根据这个策划的内容是对它进行设计不管是有一些不规则的图形也好，有动画的效果也好根据他们的要求把这些一并给它做好了，这才算是整个项目呢应该是完满的结束当然可能如果是你是一个刚开始做的一个产品一个就是新产品的话，可能还会对整个产品的一个 logo 进行设计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要对这个产品的功能还包括它的风格进行提炼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几个讲过的每个课时的一些重点简单的来回顾一下需求沟通就说明需求很重要沟通很重要交互设计梳理的话，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下交互的懂得交互的一个意义其实还是主要还是要向UI 设计师能够去学习一些交互设计。那把握调性主要就是竞品的分析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竞品分析的一些方法。那风格的定调了这节课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平台，当你还没有很多很好的灵感的时候，去多到一些平台上面去找你所要的一些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找一些灵感，完了之后你会相对来说更得心应手一些那在这节课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尽量的去到各个平台去参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赛事，这样对你的设计能力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后面呢，我们就讲了每个页面的一些设计比如在首页设计这方面，我觉得重点呢还是大家如果能够习惯是在设计之前，他能够先对这个页面的布局进行分析布局好，然后呢铺底，然后呢对把这个页面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文字全部一股脑的全部拽进来，那这样呢设计起来会非常快主要是这个讲了这个点。那下属菜单就首页下属菜单的页还是更多是在实操方面的跟大家讲来分享了一个 PS 的几个技巧比如说在用那个剪切蒙版包括到那个我们背景色一个背景色深色背景色的一个应用包括到
几个图标的一个排版的一个方式，怎么对齐，怎么居中。那新闻详细页更重要，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新闻详细页它一个用户停留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页面，应该在设计方面注意的颜色，还有它的一些间距，有些什么样的注意点，大家可以打开这些页面再回顾一下。那评论页的话，主要还是讲互动页面的一个交互。那登录页的话，也重要是讲，主要是讲交互。那当然也可以，打开其他的一些登录页面，不同产品的一些登录页面，看一看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有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的一些用意。第三方登录，包括到那个输入框那些的位置的布局是不是这样子的？那层次切换页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下。不，很多个行的那种布局的一个技巧，包括到了很多字母的布局的一些技巧，这个是重点，以技术方面的一个重点，大家可以在临摹一个页面，去复习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上手会更快一些。那如何画一个 icon？这节课主要是跟大家讲用 PS 用两种方法去画一个 icon，我建议。像这种的话，还是需要去动手去练习一下，不然的话，你只光听的话，可能一些听过一两天，很容易就会忘记了。那友好提示的这节课的话，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友好提示的它一些重要性，还有很多产品它们不同的友好提示的一个形式主要也是跟大家强调友好提示的重要性，还有。尽量的去能够做得委婉一些，表达的能够亲切一点的话，能够萌一点的，主要就萌一点。人民日报的那个 APP 都做得很萌了，更何况我们这种特别重视市场效应的这种产品，更需要友好一些的，有趣一些的。那启动页的话，主要是讲来分析了一些各种不同产品的启动页的一种分类，也有一些是用重的图，有的是用简约的图，还有的是用。留白的这种各种形式，当然这主要是看大家安装各种不同的一个产品，来提高自己的一个审美，还包括提高自己的就拓宽自己的一个视野。我建议是，如果说你手机允许容量允许的条件下哈，我觉得装个几百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这样的话，你就看多的话，你自然而然你的眼界就会很宽广。那引导页跟介绍页，这个就是在我们算是我们最后的一节课了。那主要就是，根据这个顺序下来的话，我们产品都要发布，要发包之后的话，要升级之后的话，肯定要用到这些页面。那这些页面在设计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还有不同的形式的一种介绍页，有的还可以用视频，但更多的还是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功能、新功能介绍，或者是对产品的整个功能点的一个详细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几节课讲的一些重点了。那接下去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针对于我们讲过的这几节课做一个练习。练习大概就是这六个点。如果是这六个点的话，都已经练习过一遍，基本上一个新闻类 APP 对你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大问题的。好，那第一个是一个图标的设计的一个练习，还有一个是新闻列表的那个首页那个很重要的一个页面，还是建议大家列一个主题，比如说你不要不要那个房产类 APP，你可以是汽车类的 APP 给自己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去设计当然，汽车类的 APP 你就肯定要按照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步骤要把汽车类的所有的 APP，还有包括到这种相关的那个新闻类那种 APP 都给它看过一遍。去分析过一遍，这样来做了才会更事半功倍一些。好，那第三个还是新闻详细页，这也蛮重要的，还是需要做。登录页这也很重要，启动页这一页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家还是去做一下。那还有这两张的介绍页就好了，也不需要太多。一般其他的另外的三张的话，同样的一种一幅画飘，还同样一种风格，主要是对那个产品介绍的那个内容的策划不同而去设计。这样就够了。好，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